刚才师爷谢金谢老师啊，给大家唱了一段单弦儿，很好听啊。我师傅一直在后台听，说嚯，一张嘴就是这个谢派，真好。今天呢是大反串，我呢说相声，什么京韵大鼓啊、西式大鼓啊，我最早呢有小鼓啊，刚来的时候学相声学不会，早都学不会。我是说这怎么办，学京韵吧。哎，去学京韵了，学着学着哎学不会真学不会呀、啊、天天挨骂，那会儿真笨。后来我师傅说学太平歌词吧，本来想把我轰走，但是我觉得我跟我师傅说回家种地不合适，师傅心软，说就把我留下来了，就学太平歌词。学着学着呢，真学不会，真的不骗各位，真学不会。前面有小辫，小辫张嘴后高个大嗓，唱的又好听又有味儿，自己很自卑，老躲在一个角落里，就不想活那会儿。学不会，我师傅说十没辙，你回老家学豫剧吧。河南人啊，就学豫剧是吧？我是我。真学不会，真学不会。我说这是个废物，这不是废物吗？吃饭的时候好家伙，来这什么眼睛都瞪大了，吃饭特别香。十没辙了，怎么办呢？哎，有一天啊，我师傅唱了一段这个竹板书，在后台不是在台上，那天是什么演出来的我忘了。我师傅唱一段这个竹板书，我一听这个好啊，这个好啊，这好听啊。哎，你还别说各位，学不会了，要了我的经验了。我但是好听啊，我记得很清楚，我拿一个手机录的音啊，那会是一个摩托罗拉，是一个 V3 还是什么，就是那样的，然后底下有个棱角翻盖儿，我就录音机，我搁台上，我给录下来了。怎么那么巧？正好把整段就给录下来。我天天回家听，外放的。那个手机它没有什么耳机啊，它只有外放，喇叭也特别的惨，就那么听，天天哼，天天哼，真的。三哥住我隔壁，当时我们住庞各庄嘛，庞各庄小院还给我说这个。那会儿我天天唱，三哥住那屋。唱什么呢？唱什么呢？我说我不知道这什么曲种，但是特别好听。三哥说你不学不会吗？我想学。那会儿烧饼呢住在庞各庄，你知道吗？烧饼呢跟我一样，啥也学不会。我们俩天天玩饼啊，我们俩自杀吧。比如说饼，我早有这个想法，想死去，怎么什么都学不会呢？我俩天天在一起睡一会儿，真的啥也学不会，天天就在崩溃的边缘，知道吗？幸好啊，饼会打板儿，知道吗？他小我这个打板儿，踢打板儿。我说我相中的这个竹板书，我说咱俩试试。好，哥，咱俩试试。我们俩就在庞各庄大院里天天练啊。有一次后来就赶上叫什么宛平啊，叫宛平。我你看我师傅就在那演出，烧饼在台上打板，我唱。要说这个机缘巧合呢，就给了我那一次上台的机会。那在那之前我没有说过相声，你知道吗？也没有学太平歌词，当然其他也学不会嘛。就到台上唱了一回，怎么那么巧？我记得我师娘就在那个角落，我师娘一听下来就跟我说：“孩子，唱完了。”你说什么？我没听见，大家鼓掌了，说什么？放弃了。我师娘眼泪都下来了，真的，师娘说板打得真好，但是我没有放弃，
我没有放弃，待会儿师傅跟我说，哎，有那么点意思，唱的还真不错。我师傅从来没有夸过呀，要不说去年做那个德云逗笑社看了吗？看了。在那个节目里，我师傅夸了我一句，我眼泪都下来了。你知道我师傅夸我们，对我们来说多么的重要。我师傅说唱的还真不错，打那起，我就开始学这个主板书。各位，十八年来这儿几年？一四年，到现在17年了。哎，我干嘛来了？我站这干嘛来了？我学不会了。17年了，各位，就学了这么一段。主管说啊，原来我还学过一段叫水漫金山寺，你知道吧？大家听过有听过的没有？啊，你们真有啊？真有，水漫金山寺也是我师父在家帮我录的啊。当然那个我唱过一次，我师父也没有在台上唱过，但是那个太长了，真学不会，太长了。我就在台上唱过一次，但这个要不先下去休息。真是算了，我算是啊，唱的也还不错。几位都累了啊，这个给大家介绍一下您这几位。好，这老师您叫什么来着？严平老师。这位呢叫胡子毅。那叫胡雪飞，长得很漂亮。那会儿我们住在一起啊，但不是庞各庄啊，他是后来我们那个小院儿养狗，你知道吧？他是在那个也就在那儿住，天天吃喝啥的。嗯，他给我师娘弹弦儿那会儿。这位老师，您是张雨鹏张老师，张雨鹏老师，胡子毅老师。原品，你看我这个记性，这学不会，学不会。我们三个人啊，郎浩辰刚才唱了那个《莲花记》那个，我们四个人下午在一起对词儿。今天呢，就是在台上给大家唱这段，不知道好与不好啊，反正最少两三年没唱了啊，因为这几年疫情也没怎么演出啊，原来翻场的时候唱，翻场的时候唱，已经好久没唱了，有忘词的我就直接死去啊。开始吧。Thank you.
边冲着路西厢来，红娘问天宫，你这嘴里小姑娘，你带这个我明白，老爷在朝他是把孤儿做官，这一匹人是我的三台，宋王爷开了那就门高唱，天下君子们起了心来，我来了你们公公子不害亲亲上山水起了心来，老爷贪赃不要回去，要人家的好人的财，三朝没把公子来中，回家问坐在小说斋，今天思来他是明天想，一路才闲着不西厢来，西厢下院留下诗句，字字行行是看得明白，少一句半句西厢下，二一句风铃不放开，三句月影拿着花样动，四一句一是女人来，小姐呀真是真能来，这个家是家黑的是黑来这大是人来，真洁女不总是那叫真洁女，下贱才子是真的下贱的才，真金不怕火来连我脚，正打怕那些细微，念明珠未出土真假难辨，我跟当班长拍向你管和谁要来，聪明的红娘嘴尖舌快，几句话把西厢今天很多人都翻场啊！我别的不会，再会只有五环之歌了啊！好，来一下，这是舞曲，这是舞曲。我是说了，谁唱别的立马扣钱。来一个，哎。这场钱已经发了是吧？行了行啊，有请张云雷。